Hello，我回台湾的家了。对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你们俩在旁边，然后又要就是不出不入境，为什么不愿意这样？我们参加。好，反正旁边是我的表姐跟我表姐的朋大学同学，还要打 pass 说是大学同学。我这次最期待回来看到就是我的小外甥，超可爱的。Hello。有点乱，旁边因为就是只要有小朋友，家里真的不没有办法太整齐。你要给我你的嘴嘴哦，可是有你的口水。来，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帮他换了，因为我上次回来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，然后我已经有点忘记要怎么帮他换，这样吗？干爸，是是是，没错。好啊，帮你换喽。等一下，你要先把新的尿布垫在下面。对，我上次，我还记得，好吗？你看他刚哭，然后我把他抱起来，他就好了。干爸跟妈妈呢，现在准备出去拿生日蛋糕，因为我明天要帮我的阿姨，还有我表姐，另外一个表姐是我现在这个侄子的妈妈的妹妹，帮我的阿姨庆生，就是我妈的妹妹啦。然后他们现在要把小孩丢给我照顾个15分钟左右，拜拜，剩我一个人了，拜拜拜。宝宝在哭了。妈妈一走就要哭哦。妈妈一走就要哭吗？好，阿哥，我必须要先抱他，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帮我录，那就算了，我就先顾他。你看镜头，这是谁？牧尘耶，这是谁？Hello。我们家宝贝要出门了，包成这样好笑。请问是在北欧吗，先生？Hello，是在 Hello，是在 Hello。Hello，其实，你看头发好乱。其实我刚我有没有想说想要跟他们一起出去，但是我太累了。我先睡一下，有可能等一下晚上会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吧，不确定。然后现在是对素颜状态，因为洗完澡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偷偷帮我表姐庆生，我们买了一个蛋糕，是我表姐买的啦。干嘛皱成眉皱眉头皱成这样？抚平，帮你弄平。现在看蛋糕，看蛋糕，我们看蛋糕。蛋糕儿之类的，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草莓气泡蛋糕。这两个要一起庆祝，一个庆祝我阿姨的，还有一个庆祝我表姐的。我们都不会点，交给我阿姨点。哇，这个火也太高了吧！这怎么办？我不要。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大大口音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。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。好，好耶！第二个，我也是希望大家平安健康。哦、希望大家事事如意。好，如意。我都希望大家心想事成、啊。对，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这是很笼统的那个耶。好，那你就选那个放心吧。没关系，我第二个，那我妈许事事如意，那我就选第二个，就是我妈的开刀可以顺利。耶、yeah, ，一定要。第三个放心你。好。1、2、3。耶、yeah.。哇。
拜登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，你们真的好烦。午安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然后呢，我妈跟我阿姨弄了霸王，还有葱饼给我吃，说幸不幸福？在日本都吃不到这种早餐。好辣！日本人吃什么？日本都没有吃早餐的，因为太赶了。早上都起不来，早上都起不来。好吃哦。嗯，那就是一个狼狈的状态。超好吃的，它有小碗跟大碗的。今天是买大碗的。今天是哪一间？可是你吃是在坐莲那边旁边那个公园那里啊。可是你吃一个。你看一下我们家外甥，又在喝奶，呆滞。Hello， 你有没有想阿姨啊？昨天有没有梦到阿姨？有哈，我知道。然后看镜头，你们看，聪明哎，现在，他现在半个月，不是半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半岁。半岁，我们半岁了。不是啊，不是什么？我们半岁。我今天等一下要去弄处理我的布丁，然后，还要干嘛呢？啊，晚上要，因为昨天晚上只有庆生那个蛋糕而已。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吃晚餐，庆祝生日这样子。二三，你看，一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啊！真的好厉害！帮他做伏地挺伏，那个时候仰卧起坐是不是？OK， 我现在要来化妆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出门去弄头发，怕来不及，待会吃中餐。所以呢，就赶快随便画一画啦。其实我化妆真的超简单的。你们看我化妆过程就知道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当美妆 YouTuber。我真的是随性到又不行。昨天从在机场买了新的粉饼，因为粉饼要没了。然后我看我朋友推荐我这个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用的，我想都试试看。我这个人化妆精简为准，而且我觉得一个化妆品可以用太久了，就是我一个腮红可能就可以用了两年欸，就是我完全不会想要买新的，也不会觉得怎么样。眼袋的问题最近真的很想去弄一下，是两层这里呢，其实本人看不会那么明显，但是影片看起来就超级明显的。睫毛刷好了，现在上一点腮红。我呢，腮红刷忘记带回来了，我就先这样子吧。我鼻子上面也会上一点点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红，但是其实本人没有那么红啦，所以放心 ，OK。最后就是眼线，你们看看我化妆有多么的随便，我就被我朋友骂死了，他们都觉得我妆太淡了，但我就是这样啊。OK， 我现在化好妆，弄好头发，等一下就准备出去弄我的布丁，然后等一下家里会先煮饭，所以要在家里吃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芝芝现在睡成什么样子，嘴巴张很开，指使哦，外甥，他是我外甥，对不起。嗨。因为他没有刺吗？反正在家里吃饭最幸福。是的。他们都说不要拍到他们，那你们只能看我。快一点。画一组的。好干。辣椒蒜头虾超。画一组的蒜头虾超好吃的。喂。脚脚，吃脚，给你吃脚。吃脚。他醒了，刚睡很久。
拉我头发。他现在很喜欢拉人家头发了。阿姨的头发都快要没有了，我都要秃了。因为我到了，然后后面是我的发型师，然后转过来好了，这个嗨，嗨，他很厉害哦，哪里厉害？就是染发之类的。虽然我上次有跟你染过啦，有，是补染的，对。不是这个颜色，对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是我在日本染的。我有拍影片，然后那个片段不见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不见了。对，我不知道什么不见了，然后就什么东西，它又不是物品，对，有什么好？没有，它就消失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就消失。你不要不想偷我，我没有真的没有，它就真的不见了，把你头发扯下来。对，反正就是不见。对，我原本想要拍说就是第一次在日本染发经验的影片，结果就没有办法拍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然后我今天想要染更浅一点，因为之前觉得不够浅。哇哦，变金发了，第一次这么浅，好兴奋哦，头皮痒痒的。进去啊！因为我到了，吃进去刚。真的太晚了，所以跟你讲，刚刚弄头发弄太久，然后现在才来吃饭，他们都有留各一口给我，好感动。现在回到家了，然后再切昨天的蛋糕来吃。哎呦，不小心拍到它掉渣样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重拍，好，重拍。我看到正吗？好，我看到正吗？我觉得歪歪的，好像有，他觉得歪歪的，歪歪差你哈。我们现在。我们现在刚到家，然后我们现在吃昨天的那个蛋糕，切的蛋糕里面是草莓的。然后今天冬至，我们等一下要吃汤圆。我最喜欢吃芝麻口味，然后我们这次买了很多不同口味的那个特殊口味的汤圆，有什么口味？抹茶，有抹茶，还有什么？布丁，珍珠丹。珍珠丹。黑糖口味的，黑糖口味的，嗯，还有布丁，对，草莓，布丁有讲过草莓，芝麻花生，对，基本款都有，一共六款，好，反正我等一下要吃一颗整，嗯，花生，阿姨真是乖呢，哎，空着不想吃，居然穿艾迪达这么可爱，你看他的那个脸都被蚊子叮，打完蚊子很恐怖。你看他的手都被蚊子叮，哎呦！我们汤圆来了，是布丁口味的汤圆，现在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他们都说难吃，怎么办？我有点怕。闻起来就是布丁。我完全还没有吃到馅，没有，先一人一颗，这个就是那个，嗯，还没馅，不是很好吃，嗯，我不想买。其实我觉得不难吃，但是有点甜。Hello， 洗完澡了，然后现在已经12:30了，但是我要弄一下我的作品集。对，我这最近没有再上传影片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忙着申请研究所，但是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申请上。嗯，希望一切顺利，然后现在来做我的作品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出门来看眼科，因为我这就是在日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眼睛超级超级痒的，不知道是因为开暖气，然后眼睛太干，还是我过敏造成的。然后因为
现在有点素颜，我就不是很想要见人，就戴口罩了。希望不会是什么大问题。今天天气其实超好的，然后我现在走路，因为这间眼科离我家蛮近的。今年台湾的冬天真的超级超级热的，我还穿短裤。Hello， 大家。哎、hey, ，我们在忙。没有关系，今天是其实我回来第四天，我昨天没有干嘛，因为整天都在家，所以就没有特别记录什么。然后今天我邀请我朋友来跟我一起拍影片，就是之后会上一部，反正就是一个很闲聊的影片了、啊。关于就是他为什么不爱喝酒的故事。对对对，对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，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，嗯，对。然后晚上，今天晚上我等一下要去新北耶诞城。耶、okay, ，我现在在新北耶诞城。对，开始录了，跟我朋友。其实去年之前我就来过了，然后原本我今年想说不要再来的，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我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去过，然后他们很想要来。对，今天就是陪他来的、哦、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没有去过那个，对啊，然后他就喜欢人挤人的地方。没有，我有这样子吗？我喜欢漂亮的，没有，他喜欢漂亮的地方，然后他没有来过，想要来拍拍照，来发怂哦。嗯，所以今天就算是陪他来咯。我们现在在这个隧道，我们要再拍一次，因为刚刚那个有点丑。它就是颜色会从就是好看到不好看，从蓝色变成白色，从白色变成黄色。那蓝绿色那个真的不行看。对，那个就会把我们脸照得很蓝这样。人真的多到爆炸。对呀、啊，人好多。大家，今天是我在台湾最后一天，然后昨天忘了 update， 我看完眼科，我到底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眼睛有点泪水有点不够，但还不到干眼症的程度。然后就是给我三种不同点滴，一个是人工泪液，一个是止过敏止痒的，因为我有点小过敏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疲劳的时候点的，就这样，对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现在准备，等下，把行李准备好之后，就要去机场啦。我妈要带我去，跟我们家宝贝说再见了。对，我没有想阿姨哦，你看她难过，她难过。现在就是要跟她 say goodbye， 说跟镜头说拜拜，拜拜。